感觉不错哦。嘿嘿，跳不起来。刚刚这样就有跳起来一点点啦、啊。三分钻掉了。有啊。其实还蛮容易上手。对啊，大概一两次就 OK 了啦。停在原地。可以啊。对，它可以停在这里。练习一下就可以了。对，真的，它转弯，因为它轮胎宽。这个动作不好看。不过我觉得，它可能还是比较。我觉得还是独轮车比较好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就纯粹骑一个帅气而已，爽度不一样这样。骑一个回头率的。对。